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马来扇子舞。其实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汉风舞蹈团，他们在近年来陆续的培育，尤其是具有当地特色的华族舞，也就是民族舞，还有当地的古典舞以及现代的华族舞。而且呢，当中最具南洋最多的以舞当中的蝴蝶为概念，要来表达舞台当中所有女子的美丽跟灿烂的生命。今天接下来他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舞马是马来西亚的乌鲁族群岛舞蹈当中歌颂家乡舞蹈的美。而且呢，再从他们刚才所诠释出来的各种的舞蹈变化当中，希望他们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他们对于舞团当中所有民俗舞蹈带来的热情。今天他们总共为大家带来的六段舞马当中，尤其是现在的这段马来西亚的乌鲁族群的舞蹈，相当具有代表性。掌声欢迎